怎么样，电影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你一会儿干嘛去啊？我得先回去了，明天是早班。没事儿，早着呢，咱们再聊会儿。你来找我这事儿，曲厅长他们知道吗？暂时还不知道。他们要是知道的话，肯定不会让我出来的。曲厅长住院的时候，有个叫小娜的女孩经常去看他。她是你什么人啊？哎呀，那是我表妹。啊。没事儿，我爸就是上了年纪了，他的观念慢慢会转变的。哎，不过我爸还挺喜欢你的。是吗？真的。走啊，咱边走边聊。行了，就这儿吧。这是哪儿啊？哎呀，你管哪儿呢？来，坐。坐呀。坐近点。哼，行，你不过来，我过去啊。徐大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到这时候你还问？不是，你刚才你不是说咱们就是聊聊吗？对呀，聊啊。不是，这不聊呢吗？那你别这样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徐大哥，哎呀，干嘛呢？我跟你们俩半天了。不是你谁呀？我们两口子干嘛关你事儿吗？两口子，两口子不在自己家被窝里玩，这旷野荒郊的好玩吗？你甭蒙我，走，治安办公室跟我走一趟。大哥，您真的误会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做不做的，一会儿到办公室就知道了。行了，大哥，别装了啊，看出来了，说吧，多少钱？50，老人。多少？50？嚯，50快赶上我一个月工资了。大哥，你这黑了点吧。10块，30，什么也甭说了。得，大哥，看你跟我一宿挺不容易的，15啊，拿着。算你小子便宜，赶紧走，一会儿公园大门关了。哎呦，这都这么晚了，还在这打扫呢。啊，那个现在干了，明天早上不就省事儿了吗？这葛新瑶啊，真是能偷懒。这活原来都是他的，你这一来，他都扔给你，自己走走跑回家去了。哎，啊，这工作干的还习惯吧？行啊，挺习惯的。再说了，这不是刚来吗？好多事儿也不懂，多干点没事儿。再说了，这打扫卫生什么的，我挺得心应手的。啊，干活悠着点儿。累坏了，第二天起来可就爬不起来，遭罪了。啊，没事的，谢谢你啊，张师傅。还没吃饭吧？这还有两个包子，趁热吃了吧。啊，这我不能吃。哎，不是那个张师傅，这水大哥，咱赶紧回去吧。回去什么呀？坐着。不是，真的这样特别不好。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那也不能这样吧。有什么不能这样的？今天我还就这样了，这样怎么了啊？怎么就这样？不是，小娜，姐，你看，我是饶了你的好事了吧？不是，没有，不是，小娜，哎，臭婊子，不要脸，你勾引我老公，你不光交银子，你们在这儿闯了是不是？不知道。
不好了，珍珠出事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就被人打了呢？我见过那人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，我就跟珍珠说你离他远点儿，根本不听我的。那怎么着也不能打人呢，被人家老婆瞅见了呗，气不过就动手了。哎呦，这珍珠啊，真让人生气。姨娘，你别生气了，咱们了解清楚情况再做打算吧。啊，行，快走吧。哎呦，你说你啊，人家结没结婚你都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问，你说你长脑子了吗你？这种人啊，一看就是纨绔子弟、花花公子，根本就不能交往。姐当初怎么跟你说的，你都忘了呀？真是的，你说，啊，你把孩子打成这样了，咱不能就这么就算了呀？哎，咱得找那姓屈的他们单位评理去。哎，他们单位在哪儿啊？啊？跟他爸一样，在财政厅。财政厅怎么了？财政厅，咱也找他去。哎呦，姨娘，你也气糊涂了。这事儿要闹大了，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珍珠。不是珍珠，你也是，你就那么爱慕虚荣啊？是个亮片就是金子吗？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，那是他自己跑过来先找的我。那我哪知道他是结过婚的呀？我也是被他骗了的。哎呦，行了行了啊。现在谁先谁后的，这哪说得清楚啊？就算说清楚了又有什么用啊？哎呦，现在最要紧的呀，就这事儿迟早你们单位也知道了，你单位人怎么看你才是最要命的。大家伙都知道了，不就等着看我的笑话吗？那我哪有脸活呀？我不活了，我别闹了。哎呀，你还嫌知道人少啊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行了行了，哎呀，要是呀，别因为这事儿再把工作给丢了。哎，要不啊，我去找你们领导，啊，找他们说说理去。哎呦，姨娘，人家家有钱有势的，该脱的关系早脱了，咱现在去已经晚了，来不及了。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啊！我被他害苦了这回。姐，做饭呀，反正不是我。小峰，把你那破匣子关掉。小峰，把你破匣子关掉，行不行？听话，听话。该谁做饭呀？振达，是你吧？怎么又是我呀？哎，我昨天不刚做过吗？小峰。今天轮到你做了吧，坐下坐下啊。裴振达，你别耍无赖啊，你忘了谁昨天打了大蒜哥说面条不错来着？确实不错呀，是吧？啊，来，小黄，要不今天再给大家做一顿面吧？做梦去吧啊，我都快饿死了。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，哎呀，饿死了，不行了。哎呀，行，哎呀，这个人啊，最讲义气了。哎，去就去。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做不了了，柴火没了。不对啊，昨天还有不少呢。是啊，不让人给偷了吧？哎，完了，这下这顿饭做不了了。哎，不是我不想做的啊，别找借口，找你们借点去。这个我可不行，你行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你不行。你忘了你平时钻女生多少脸，跟人聊天的时候叽叽咕咕聊得可热乎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喜欢那个上海来的姑娘吗？哥这可是给你一次机会啊。哎呀，这猫啊，在荒山野岭日子待久了，寂寞难耐啊。振达，你这可是先下手为强啊，把咱们知青点里最漂亮的妞都给瞄上了。啊，你们两个啊，
等着，吃，辣死你们！哎，程文都还另说呢，人家姑娘都不在正眼瞧他的。姐，你这好利索了，快干活，你别干了。哎呀，这没事，我早就跟没事人一样了。你说我整天除了吃就是喝，跟那猪似的，我可不想人家笑话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中毒这件事儿别跟姨娘他们说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先歇一会儿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还想问你呢。听说你把人给打了，你说你也是，你那么冲动，你把人打出个闪失来怎么办呀？那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你啊？你没看到他那么蛮不讲理的样子，我告诉你，气死我了！明明是他的错，凭什么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啊？我告诉你，当时就是故意给他脸色看看，让他以后啊就敢欺负你。哼，是，那人是挺讨厌的。不过我跟你说，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既然咱们下放到农村，什么都得多想想啊！别老那么冲动，听见没有？以后面对我们是什么还不知道，你得适应这儿的生活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砍柴去了，辛苦了。那个，哎，你能把你的柴火借我点呗？我们男生宿舍那边都开不了火了。啊，小黄。干嘛呀？不是你，哎哎哎哎，什么哎呀？你没看人家不想搭理你啊？套什么近乎呢？不，他怎么什么时候都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啊？干嘛呀？人家非得搭理你啊？我跟你说，他跟我都没几句话说，何况你是个男孩。哎，不是我说他姐，要不是他，你有中毒这事吗？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，不可能把事儿忘了这么快吧？哎，他不是忘了，他这人性格就这样，就是毒。哎，其实叶红他也挺可怜的，他父母是资本家，到现在他父母还在农场劳改呢。我说贾玲他们也真是，你说你不跟人好也就算了，还整天讽刺人家、挖苦人家，我都看不过去。啊？这么善良的女孩，还没忍心欺负他？呢，啊，哎，天真好，好什么好啊？不看上他了吗？他谁呀？他谁呀？哎呀，演，再演，你再跟我演，我跟你说，你跟他不合适，离他远点。不对呀，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呢？我在哪里听过呢？对了，嘿嘿。这话我以前好像说过吧，我记得我当时好像说让玉珠不要和谁在一起见面来着。泡坑，你笑我干嘛？我闲着没事儿。哎，姐姐，我就说我都没有阻止你们两个，你凭什么阻止我们呢？啊，哎呀呀，行了，姐，快点弄点柴火去吧，我这肚子饿死了，没吃饭呢。你去找你那美女姐去吧。啊，别别，哎，姐，你就是美女，姐。上山砍去！哎，姐，你太狠了吧！我可是你弟弟。珍珠啊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吃点面啊！我刚给你做好的热汤面，你赶紧起来吃一碗啊！啊，珍珠，哎，你这么老成天躺着可不行啊！医院可是说让你回家写检查，可不是让你回家闷头睡大觉的。珍珠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大伙儿说的对，你明天你就去医院找你们领导好好谈谈。哎，你不是跟那个梁主任他对你挺不错的吗？就找他跟他好好谈谈呗。你这么逃避可不是办法。你要这么下去弄垮了自己，那得不偿失啊！啊！我饿了，我想吃香芋炸的馅饼。哦，嗨，想吃馅饼啊？行行行，我现在就给你买去啊。那你再躺会儿，嗯，一会儿我给你买来，你起来哈。
来了。啊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看看老娘是谁，他是谁？这就是你们医院培养出来的白衣天使？我呸！简直是一活妖精！本人就是。你先别生气，你坐下来慢慢说。怎么回事？你看这事实都摆在。你爱人怎么就跟裴珍珠联系上了？怎么想的？这可跟我们家男人没关系，这纯属那小贱人勾引的。我们家男人干什么的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家男人能看上他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是裴珍珠先约上您的爱人去看的电影，出来以后又拉他上公园，找了个鸟都不拉屎的脏地方就……哟，您可别给我来这种低级趣味的。您就说吧，你们怎么去处理那姓裴的小贱人？裴珍珠在我们医院工作也不少年头了，我还是了解他的。他呢是一个非常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，按理说他是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儿来的。那您的意思是我往他头上扣屎盆子呗？我吃饱了我撑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好好处理那个姓裴的小贱人，我跟你没完。我天天在这闹，我闹到他没法上班。珍珠，哟，还睡着呢。珍珠快起来，我给你买馅饼了，你最爱吃的。还生闷气的。珍珠，姐来看你了。哟，姨娘，屋里没人啊？不可能啊！哎，刚才我走的时候，她还在这儿睡觉呢。那也许是心里闷得慌，出去走走，待会儿就回来了吧。哎呀，她别又想不开呀、啊，就赶紧出去找找，快快快，出去找找。在吗？没有啊，他今天不在。姨娘，咱们去别地找找吧。哦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老朱啊，我这心里真是慌得厉害。珍珠，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咱们该找地儿都找了，还能找哪儿啊？去哪儿呢？这孩子。小裴，裴珍珠，你别睡啊。珍珠，珍珠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妹妹怎么了？吃安眠药了，这不找死吗？珍珠，你个傻孩子，你说你啊，你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儿呢？你，珍珠，珍珠，你好点没有？你知不知道啊？昨天我和姨娘找了你一宿。能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，姨娘都快急死了。谁请你们找我了？哎呀，珍珠，你说你啊，你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儿呢？不管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也不能自杀呀。这条命是我自己的，你们谁都管不着。
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这么报答我呢？啊！珍珠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不应该走那条路啊！就算天塌下来了，不是还有我们的吗？如果你真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我怎么跟妈交代呀？妈早死了，交代什么？你说那姓曲的小子，那算个什么东西呀？你为他这么做，你值吗？啊！你们谁也别跟我提姓曲的，你们一个个的不就是想看我笑话吗？那跟他相比，你以为又好到哪儿去了？鬼样了！说你这孩子啊，谁对你真情，谁对你假意，你分不出来呀、啊？这么些年家里人怎么对你的，你不清楚啊？可是你呢？你怎么做的？你就会拿刀子捅大家的心。反正是死是活，都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你们都给我走。行，这话你自己说的啊，宝珠也听见了。我以为经过这么多事儿，你自己心里清楚怎么做呢？好，算是我看走眼了。姨娘，哎，姨娘，哎，你干嘛呀，姨娘？你这么说伤我们的心，你就痛快了，好受了啊？我这辈子反正也就这样了，我丢人都丢到全医院了，说什么都没用了。给我走！不想说话了，我不想见他了，让我自生自灭。姨娘，去哪儿了这是？姨娘，哎，宝珠，啊，伟强啊，哎，交费呢哈，陪程兰做个例行检查。程兰病怎么样了？不是很好，病情总是反反复复的，再加上带孩子也挺辛苦的，没事儿两三天就往医院跑一趟。你别太担心了啊，回头找个好点的大夫瞧瞧，会好的啊。大夫也找了，大夫说他这病耽误了，现在就只能保守治疗，维持现状。我又不敢告诉他，怕一跟他说完这病，但他好像有点察觉，最近一直在看这方面的书，还时不时的跟我这闹点小情绪。现在家里都靠你一人了，你得照顾程兰还有和平。你可别有什么事儿啊！我知道，我这身体还行，哎，都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扛着呗。这本来我跟程兰商量着，不行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去，他不同意，他说孩子又不是没娘。我一想吧，也是，这孩子一走，万一再想孩子，身体上更不行。我就寻思着。不行，给孩子找个托儿所。可这和平太小，这找了两个托儿所，人家都不收。是啊，和平现在才一岁吧，是挺小的。是啊，我这也没办法，三天两头跟单位请假，领导就有意见也没法说。我这情况，他们都知道。不帮你看看吧。哎呀，那行啊，要是能把托儿所这事儿解决了，那可帮了我大忙了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，我尽量试试看啊。我等找到了，我告诉你。行，你多费心呗，现在也就你能帮上我。这周围的邻居见我们都没有以前热情，好像。我们能给他们添什么麻烦似的？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，真的。你们家现在这不遇到困难了吗？
程兰病了，病了就爱胡思乱想的。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，你就跟我说，我能帮的我尽量帮啊。行，去吧去吧。李婶儿，哟，宝柱来了啊！来来来，李婶儿，进来啊。就妮妮儿在家呀？哟，点灯和他媳妇上班去了。哦，这不快中秋了吗？嗯、我给您拿点手工的月饼过来。哟，这么客气干嘛呀？哎，您拿着，谢谢啊。哎，快坐快坐。来，喝点茶。哎。哎，李婶儿，点灯和嫂子都挺好的吧？好着呢，这丽英不是要生了吗？你看我这小衣服小裤子都做好了，真好。等将来有了孩子，这屋里不就更热闹了吗？是啊，我这是打心眼里高兴。李婶儿，嗯，其实今天我找您来吧，是想向您打听个事儿。嗯，您看，您不是跟街道办的干部挺熟的吗？我现在有一个朋友得了重病，孩子挺小的，没人照顾，就想找个幼儿园，离家近点，然后便宜点的，他们得留点钱看病。我知道了，找便宜点的，找近点的，对吧？回头我给你问问去，这事儿啊，我还真能帮上忙。哎呀，那谢谢您啊，您真的可帮大忙了。哎，宝珠，你说你这孩子，自己终身大事没解决，竟想着帮别人东跑西颠的。你看，你这年纪也不小了，要是遇见合适的，你就主动点，把自己嫁了啊。这几个孩子里边，就你最懂事，你一定会找个好男人。要不我能闭上眼吗？他们怎么都跳那么好啊？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那样？这担子挑的我浑身都疼，没有一个地方是不疼的。叶红，咱们俩一鼓作气把这些挑回去得了，你这么三步一歇五步一停的，这一天的活什么时候才干得完啊？我是真的没力气了，要不你先回去。你看我这手都被磨成什么样了，我这以后可怎么拉琴呢？叶红，既然咱们现在到农村了，就别想着拉琴的事儿了，到了这儿那就是对牛弹琴。难不成咱们一辈子还待在这儿啊？总有一天肯定是要回去的。既然来了，那咱们就应该打着一辈子在农村待着的打算。回城，我是没指望过。隔壁同志嘛，想哪儿去了？我跟你说，以后啊，你就专挑那种黄的、干的，这样呢轻一点，知道吧？嗯。哎，你俩行不行啊？还走不走了？哎，姐，你怎么了？人家不是第一次干吗？哪有那两把刷子？
凯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，我过来看看你，好点了没有？好多了，我今天都能下地干活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大队啊？我们执行点的老师跟我说，他已经把我的关系落在后沟子村了。他还说，就让我踏实在那儿待着，在哪儿干都是一样的。玉珠，我觉得十里地不是距离，它不能阻挡我们两个人的见面。我保证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。兰兰，别让孩子睡，一会儿该喂奶啊。让他睡一会儿吧，我哪有力气哄？我从早上吃完饭一直恶心到现在。北强，我咋吃了这么久药还不好呢？能不能是医院给我诊断错了呀？你净在那胡思乱想。这俗话说得好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你呀，就安安心心养病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呢，是把心态调整好了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改天啊，我领你去医院。咱再瞧瞧啊。那算了吧，去了不还是那样吗？检查化验的还是得让我回来吃药，别花那钱了。北强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得的到底是不是胰腺炎？哎哎，来了！哎，来了！哎，我来看看你们。你看你来就来，还拿什么东西？春兰，好点没有？哎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哦，我给何冰买了件小衣服，看合适吗？来就来呗，还花这钱干啥？学校也不挣几个，我还没给何冰买过什么东西呢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你们就收下吧啊。哎呀，这衣服你买小了，她穿不了。哟，那我拿回去换一件吧。哎，别，你就直接退了就行。哎呀，你也不用跟我们这么客气。再说了，他也不会穿的。那个，保住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这样在这儿坐着啊。我去做饭去。不用，我就是过来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个我给和平联系到幼儿园了。哟，真的呀？那真是太好了。那个，那天啊，凑巧遇到保住了。就随口那么一说，没想到宝珠你还真是帮上忙了。就在那个状元街的街道托儿所，我觉得那里的环境啊，价格什么的都还可以。哎呦，宝珠，你可是帮我解决了一个特别大的。是不是？伟强，你也是，你老麻烦人宝珠干嘛呀？人家那么忙的，真不好意思啊，宝珠。宝珠。你不知道这带孩子吧特别不容易，如果这个托儿所的问题要是不解决的话，就是两个兰兰啊，那也给累垮了。春兰，这下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养病了，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，别跟我客气啊，我能帮你们的我一定会尽量帮的。没事，真不用，我这虽然病着，不还有伟强呢吗？没事，有他在我们就不麻烦你了啊。那个，先坐着啊，我去做饭去。哎，不用麻烦了，我这就走了。没事，在这吃吧，没事。哎，不了，我来了哪能给你们添负担呀？我走了啊，你好好养病，成了。这衣服先放着，我觉得合适，不费劲了。你好好养病，我走了啊。我送送你吧。不用了。没事。伟强，哎，
你快点回来啊。行，我送一下就回来啊。慢走啊，宝珠。你回去吧。宝珠，程兰她最近心情有些不好，你别见怪啊。没事儿，她我还不了解。性格那么要强的一个人，现在不能上班，是也不能在家照顾你和和平，这心里边肯定急。这病把他折磨的有点变了。你回去吧，啊，明天跟我去幼儿园办理一下入园手续，然后跟老师们熟悉一下。谢谢你。说啥呢你？我走了啊。托儿所的事儿，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那天啊，正好遇到宝珠了，随口那么一说，没想到人家还真给帮上忙了。你专门去找的他？没有，在医院凑巧碰上了。这么巧？哎呀，你说他怎么对你的事儿那么上心啊？按理说，他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？他妹妹不说吗？咱们俩会遭报应的，你忘了？啊？看来你真是忘了。你的心思啊，压根儿就没在这个家里面。慢点啊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远强，你是不是现在看着宝珠比以前更漂亮了，更贤惠了吧？你说，你当初怎么不再忍忍呢？啥叫骗不骗？这两口子不提骗字儿，那啥叫你情我愿啊？你也真是傻，出身的是个啥呀？你伟强出身好，那怎么没见你领工资的时候有人说一声，来来来，大伙都让一让啊，让我们这出身好的先领，伟强你头一个。还有你妈也是，那恨不得飞过这苍蝇都能抓回来看看翅膀底下有没有烙印。我说的不对啊，啊！他宝珠是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，现在看我们过好，他心里不舒服是吧？非得来搅和。我稀罕他送点东西啊，你一看见他就心潮澎湃了吧？啊！你把持不住了吧你？我告诉你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给我离他远点儿，否则这个家不可能消停，明白吗？和平，和平乖，和平乖，妈妈抱，妈妈抱。我去给你们做饭啊。寂寞。
成风。